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如这个图了哈，这个 A B C D 啊跟 E F G H 哈是一个平行六面体，然后这个 A B 哈，与 A B 哈，啊跟这个 B C 哈，且与什么呢 ？C G 就是说哈，跟 A B 啊，跟 A B 共面。而且什么呢？而且哈，跟这个 CG 共面的哈，有哪些零啊？好，有哪些零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 A 跟 AB 共面的那些零把它找出来，啊，跟呢 CG 共面那个零把它找出来，啊，看有哪些是一样的。好，那跟 AB 共面的有哪些零哈？首先我们看哈，这个面啊，就 ABCD 这个面哈。有几个零呢？跟它一样的，跟它共面的有三个零，就是 BC 啊、RCD 啊，这个呢 DA 啊，三个零。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面的话也跟 AB 共面嘛，也有三个零。哦，这个是 BF， 啊，这个是吧？BF 哈，然后这是 EF。啊，跟什么呢？跟那个 AE。啊，还有没有？还有，对角面，这个跟这个平行嘛，哦，这个跟这个平行两平行这个线段的话，一定是在同一个平面上。哦，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 HG， 或是 DH 好了 ，DH 啦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跟 CG 共面的有哪些？也应该有什么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也应该有七个。哦，这个共面嘛，就是 CD。哦 ，CD 啊，它跟这个 DH， 它跟这个GH， 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。这个啦，哦，这个的话就是 BC， 然后这个 CG， BC 的哈，啊，还有什么嘞 ？BF， 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 H， FG， 啊，还有一个就是说啊，这个跟这个平行嘛，哦，平行的话一定在同一个平面上，啊，跟 AE 的。那我们看有几个一样的，首先哈 ，BC 的话有嘛 ，CD 也有嘛，然后呢，DA 好像没有了，啊 ，BF 呢 ，BF 有了，那这个多少呢 ？EF， 还有这 EF 有没有？没有啊。A 啊 ，GH 啊，哦，剩下这两个不是了 ，DH 跟没有啊 ，FG 也没有啊，所以总共一二三四五了，有五个了。